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唐启阳。时光匆匆哦，时间一下就到了下半年了，我们要来讲下半年的运势哦。我们都知道下半年跟上半年因为一个天王星的关系，氛围将完全不同哦。所以在下半年是土象的气味非常的浓厚，可是呢下半年又有一个时间点很重要，那就是11月。11月7号、11月8号分别是木星从天蝎到射手，进入火象了。11月7号、8号也是天王星从金牛逆回到牡羊的时候，所以咯11月之后火象能量是相当的强的，所以下半年的运势又分成10月前跟11月之后，我们来看看他们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吧。接下来就是金牛座了，金牛座的同学，2018上半年你过得如何呢？我相信所有的金牛座都觉得很受别人的牵制或很受外界的影响哦。你的世界再也不是小小的世界了，你的世界开始变得复杂了起来。可是呢，这个复杂，这个牵制，它其实也是一种机会。当别人一直推动你，一直 push 你，你是不是就多了很多，原来我可以这样做，好吧，我试试看，然后就发现新的桃花源，发现自己表现的也还不错呢。好了，比较麻烦的是，我想金牛座同学心里应该有点闷吧，因为你会变得比以前更在乎别人的眼光，更在乎这个机会是对的还是不对的。所以对你来说，这是一个新的评估系统要开启哦。你这个 CP 值达人，我相信你应该会找到最对的人来帮助你咯。金牛座同学下半年运势到底如何呢？我们都知道下半年呢，天王星已经进金牛了，所以对金牛来说呢，是一个首当其冲的状态哦。你们都纷纷的见光啊，但是见光的方式呢，就是让别人发现你们真的是一个怪咖，你们自己的心态心境也会有所转变。那是一种日子照常的过，可是突然间你就是很想造反一下，亦或是生活也会跟你开个玩笑啊，有时候会制造一些冲突的状况给你。对你来说，那都是一个改变的契机。很多金牛座万年不变，但是天王星一来，你就不得不变，你也不得不接招了。但在接招的过程当中，不论愉快与否，或者是不是很粗暴，是不是让你突然间首当其冲，觉得不知所措，但最终它会引导你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金牛座，让你闪闪发光。所以你还是老实接招比较好哦。而11月之后呢，这个木星就会带动金牛座的财运哦。这个财运呢叫富贵险中求，所以某种程度你必须要愿意冒险才行，而且你也要对自己的某一些部分的表现是有自信的，千万不要看扁自己哦，这样才不会辜负这个木星带给你的好运势。此外呢，我们要一定要看一下你的守护星是金星，金星今年有一次的逆行，逆行通常会让金星在某几个位置待久一点。今年呢，这个下半年守护金星呢在六宫跟七宫待得特别久，所以它会带给你工作上的好运。比如说你会得到比较好的工作，钱多事少离家近，亦或是呢在工作方面有很多很棒的同事来照顾你啊，或跟你互动啦，或者是你的工作本身带有一些艺术美感优雅悠闲的气息。所以如果你是从事跟这个艺术啦美食啦很这种美感有关的工作，那是相当吃香的。而金星也会到了七宫，这也意味着呢别人虽然有牵制你的嫌疑，跟你合作有牵制你的嫌疑，但是他们对你都非常的友善，某种程度是什么都由你，条件由你来开，所以在合作方面这个能量不用就太可惜了。金星的逆行期呢是10月6号到11月17号，这段时间算是金牛会觉得比较不顺的一段时期，不过没有关系，这些不顺呢也都算是别人在友善的氛围里面给你的一些警醒或提醒。下半年火星也有逆行，火星逆行在金牛座的九宫跟十宫哦，这两个宫位呢都待得比较久的时间，它意味着呢其实金牛座今年罕见的蛮有事业雄心哦，也蛮想冒险或者是做一些自己以前都没有想过会去做的事情，胆子算是变大了，而且有突然间出国的机运，以及有不错的贵人运哦。你可能被蛮大咖的公司或者是贵人看上了，只要你愿意冲，我相信他们会给你机会的。而今年的水星逆行有两次，发生在7月跟11月，它分别逆行在你的家庭宫位跟八宫，这两个宫位就不是很好玩了哦。首先
七月的时候呢，很可能会跟家人有一些言语上的误会啦，亦或是你自己本身会有一些不安全感作祟哦，有很多事情会让你有危机感。那这个八宫也是，到十一月的时候的确也有一番危机，这个是要特别当心跟别人之间的金钱部分不要牵扯不清，否则的话很容易被抹黑或者是被攻击，亦或是在钱方面可能会有一些损失哦，这个是要当心的。以感情上来说呢，我倒觉得金牛座的心态是随缘不执着啦。对你来说，你最近的感受性变了，比如说以前冷淡的现在变得比较热情，以前热情的现在变得有一点冷淡，所以自己心态上也开始有一种随缘的心哈。那么接下来就是开心最重要咯，对金牛而言，知心与否或者是能不能理解你想做什么，能不能给你支持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而且已婚者可能要迁就另一半哦，你的另一半可能是蛮有发展性的，最近很夯，所以你要多多配合，多多照顾他咯。